这个人和我青梅竹马，可是成亲那天他弃我而去。你喜欢我的身体吗？这是用你的命换来的。这个人把我抢走，又把我抛弃。这个人如果连你也杀不了他，这世上就再没别人了。这个人就是绿水湖前翠人峰下神剑山庄的三少爷。